迪丽热巴这位新疆美女今年凭着和杨洋主演的大热剧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将人气推到新高点，成为众多品牌的宠儿。据知目前为止她手上已经有29个代言，可见她有多受欢迎了。这天热巴以一身 bling bling 吊带长裙性感现身上海，出席她代言的酒品活动，凹凸有致的身材展露无遗，完美身形无可挑剔。而讲到这次和这个品牌合作，热巴就有透露当中的契机。觉得它是一个历史非常浓厚的一个品牌，在250多年间呢，它有不断的创新，不断的跟一些非常棒的艺术家一起去合作，不断的去创新，它有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和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追求是很相像的，所以就达成了一致，一起合作了。热巴做代言人非常的称职，你听他介绍典藏版新装的特点时就非常卖力。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，在这里它完全就像艺术品。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真的好像一个珠宝，因为闪闪发光，而且它给人的那种冲击力很强。我觉得这次的这个艺术的合作可以让人就是有这种视觉上的冲击，还有一些创新的亮耀耳目一新的感觉。